这个问题就很难说了。肺癌呢，大概它是由一个分类，一共细分的话，大概有40多种。一般呢，分为小细胞肺癌，非小细胞肺癌。那么有可能有非小细胞肺癌分为鳞癌、腺癌、大细胞癌等等。有的人可能是混合性的，但是说肺鳞癌能活多久？其实早期的完全可以治愈，晚期呢，那因为疾病的状态不一样，它影响的部位不一样，转移的部位也不一样，很难说。一般呢，在晚期的鳞癌和晚期的腺癌，其实生存时间都差不多。基本上，如果不加以干预的话，也可能就是几个月时间。但是现在呢，有比较好的治疗方法。一般，生存时间明显延长，大概应该到3、5年，现在已经不少见了。